丢，欢迎来到东立王国影业，我是东立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我今天买的相机，所以我要开箱分享给大家知道。今天是12月30号，2017年，也就是说是2017年的最后第二天，来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相机呀，看吧，大家 ，Sony A7II 呀。这个相机呢，我想了很久才买。所以我们开吧，这就是相机啦。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啦，我还蛮喜欢的这家。2017年的最后第二天，我终于买了这个相机。所以2018年呢，我有个目标，我要让我的 YouTube 订阅 Subscriber 突破到 10K， 也就是10000。啊，这个是我的2018年的目标。所以2018年目标，我也会拍很多我喜欢的一些影片，还是会开始做我的 vlog， 还有一些就是微电影。啊，所以我会全都是用这个相机来拍摄我想要拍的影片，还有挑战每一次的一些的 video。在我买这个相机之前呢，我都是用手机 iPhone 拍照的。啊，我让这部相机来拍出你们喜欢看的影片，来娱乐你们，来让你们的压力松解下来。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可以按个 like 或者 comment 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相机，还是你们喜欢什么的，还是说这个相机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，你们可以告诉我，或者在下面留言。我们下一次见吧，拜拜。装上翅膀，勇敢地飞翔。